有吃素的话，在给他们做肉食的时候，也就念观音心咒或者是。文殊菩萨有一个咒，嗡阿比拉哄嘎扎拉芒，梭哈，这个叫吹落往生净土咒。我特别要讲这个咒，是因为传承给我这个咒的上师，那时候在印度，他也是噶玛玉，也是我们自贡噶举的一个大活佛。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他要传承这个咒给我的时候，出现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赞明寺还是在。最庄严的彩虹，五条清清楚楚，浓得不得了。然后到前面的草地，因为他说他要传这个咒给我，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彩虹。所以，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要有信心。阿比拉哄嘎扎拉曼梭哈，所有超市里面所有他们在吃的肉，保证都往生净土。有这个信心。啊，所以虽然我们吃素，我们还是会念这个咒，因为希望所有被吃掉的肉得到升天，乃至去净土。跟我念是嗡阿比拉吽，嘎扎拉曼，梭哈，啊，这是文殊八字咒，在汉传的经典也有了。还有就是那个甘露水的话，可以给小 baby 喝吗？就是把它，泡了水以后，放到奶啊，或者是饮料里边呢，可以吗？我想，没有分甘露水也好，大悲咒也好，药师咒也好，只要你有信心、有悲心，什么都不会念，念个嗡都可以。啊，因为嗡就是把不清净转为清净，叫嗡。就像我们汉人念南无，南无的意思，你再怎么伤害我，你都是阿弥陀佛，叫南无阿弥陀佛。转化的意思，所以就算很多人都不会念，我都会教他们念“嗡阿吽”。为什么叫三字总持？总持一切，所有佛的身口意都透过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供花、供果都要念“嗡阿吽”，只是在藏传把“嗡阿吽”放在后面，中间“吽”半扎阿罗给，就是代表灯的意思，或是花，或是什么，那就是任何一个。都不离开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加持，然后让他转化一切。所以我想，我们，你问我这些，你都知道，但是你信心不够，谢那你就相信就好谢，知道了。了。好，所以你煮过的饭，你喝过的水，你走过的路，就像很多人说啊，师傅，我房子卖不出去，我就会说，在哪里啊？我们去看看。因为我们去了，他一定卖得出去了。然后呢，师傅，干脆你这边睡一晚，那你福报更大啊！所以我想，就像很多居士买新车，来，师傅坐一下啊，这下你福报大了。不是我有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三宝，那三宝的力量就会加持这个房子、这个车子、这个病人、这个往生者，一定会得到离苦。好，谢谢谢谢。我们就要回向了啊、哦，来。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得三宝加持，相信三宝，发起慈悲，念佛度众生。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金会。你打车接我来，干嘛落着？那地方。嗯，那是。
看的牛啊，那是我吃什么嘛？不用吃什么嘛？不用。他比农就是第一道路出去，一个落单的有是吧？你下来落这个吃酒肉，吃走啊，各种的。第一道路出去，给你，他什么稍微切的。他把多有小鬼拍了的时候都给你不用都没什么这种那么大的用的你呢用的你那边就是你叫我身上去吧结果这种就公布他们就越来越多的话谁把当跟去这种下面你把他们就打发谁去啊甚至这种那这种的东把门娘把谁吧说平庸都把他们的那对于基督徒，阿弥陀佛，三宝三宝，巴拉巴拉玛哈达萨埵比玛巴巴格达本达达拉达拉，萨弥达阿瓦罗格达瓦贝苏，阿弥陀佛，三宝三宝，巴拉巴拉玛哈达萨埵比玛巴巴格达本达达拉达拉，萨弥达阿瓦罗格达瓦贝苏。Om Amagai Jala Sambara Sambara Bara Bara Mahajada Sato Bhima Bebe Keta Bunda Dara Dara Samhita Ava Loikade Om Bezo Om Amagai Jala Sambara Sambara Bara Bara Mahajada Sato Bhima Bebe Keta Bunda Dara Dara Samhita Ava Loikade Om Bezo Om Amagai Jala Sambara Sambara Bara Bara Mahajada Sato Bhima Bebe Keta Buddha Dara Dara Samhita Avalokita Om Bezo Om Amagai Jala Sambara Sambara Bara Bara Mahajada Sato Bhima Bebe Keta Buddha Dara Dara Samhita Avalokita Om Bezo人民共计三九十八，三百三九十八，七八九百七，你人生天人生，你人生天人生，三不。我们打发了地面狼地方的地方有狼地方的地方呢嘎巴忙碌搓搓搓搓帮这边上面碰上那个松出城街爬楼的时候用子走过这边我们那一句就走城街出城就没见出城那么大大大的弄些没别出城街这种爬到山坡就打坐身边，上面姐姐就来，这身边也不平常用多少把去？你们把这种条话来送我，你把这都把从街上捡到把去？怕把几把这种家搞完了，这把去？你们别么这个，那把这个这把了，那把去？他别讲这这把去，这个他把就别趁早这把去。这春节不过去了，要多多回家去。哎，这杨八儿，八路八八的这几下呢，说不定就住他旅游吧，一把不米那么多些，几种不同种地的，下来就不搞事，然后一直到这边，你们邻里什么南疆？十七大圣节，还有的第二讲，因为中间讲两万那讲，一七十一，那是一七十一，那年是几把锁，平庸发展那把上去，对来讲，那住民多嘞，刚去刚把三级没吃，把人家把十万万工出水费，刚去当局啥子就不吃。啊，这些地方搞过来，就不听。你听说那啥把鸡送啊？别人得了送那，啪啪送去，怎么打了？
你把这个就是在玉门人我都把送往来讲大大长天就对吧他是他不干但是你这不把那这个送啊不用接行这样三种就行去什么多嘛呢朋友难不差的这种没吧这种没的都不常见的我们都不就人了七八大一点告诉说他多几次不拉帮拉那么的那么就是沙漠当这边娘子浪费钱的人生节啥都苦的这三个人这就是哎，我们讲过，参加进步，出个步骤，多少岁个？因为干嘛工作的？这到了计划生，就我们，你马上都控制拉手个经济，干这个。那这半句话，因为这那个这个咋话？上周进步没完的，因为基金组有所那么的也放弃这个你。好吧，你别这样看的，一个浪几把，这把又是不错的，是吧？这话嘞，就这话，关键你说说的，你说我就把用都做的，这吃什么就把就没用，大的没用就没这个把你说。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甚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南非蝶舞文字信，芳香来自何处？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在炎热的夏天呢，绿色的植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暑凉意啊。那今天呢，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因缘呢，我们来插作一个蛮特殊的一个作品啊。那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花器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今天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形的一个瓶啊。那这个花器呢，事实上呢，在很多的展览会场啊，或很多那个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拿来用啊。因为这个花器本身呢，它制作的很有特色啊。虽然是很简单的方形，那但是在这个方形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变化啊。好。